科技的美白产品。先生，你好，这是我们最新科技的美白产品，可以瞬间美白哟。傻眼，使用一下吧。但人家都用这么华丽的方式登场了，不给他个机会好像有点……居然真的瞬间变白了！原来这世界上还是有正义跟良善，是我太小心眼了吗？好神奇！OK， 这谁写的脚本？好，我们还是继续来破解话术。许多人都在追求美白，但市面上美白相关的谣言话术超级多的啊。很多人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走在保养品专柜附近，甚至是药妆店的门口时，就会被拉去在手上涂抹一堆的产品，再告诉你这产品效果有多好多好。前几天我们实际去百货公司的专柜，听贵哥贵姐都怎么说的，也在 PTT 爬文看了不少人的靠柜经验。发现不少业者设计很多话术和伎俩，就是要绑架你口袋里的小朋友啊！这些话术中最常见的，也是今天要破解的，就是瞬间美白。你们觉得瞬间美白是可能发生的吗 ？OK， 既然都说是破解了，那答案当然是完全可能啊！啊，不然刚刚你可白是涂心酸你。不过这就属于话术的一部分了。但只要把观念搞懂，任何的行销手段都会不攻自破。所以照惯例还是要来上课喽。首先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的皮肤看起来会白，基本上如果表面是光滑的，反射率高的，有一定的透光性，表皮真皮也没有什么色素的成分，再加上底下一些些微血管的反射，就会看到白里透红的肌肤，就像是结冰的湖面表面不太会有散射，光线很容易透过去，经过折射到冰底下的水面，再反射出水蓝透亮的颜色。所以基本上我们的任务目标就是要让角质充满水分而变得平整，让皮肤表面呈现光泽，去除暗沉的老旧角质，并使角质变得平整，使用白色的粉底直接显白，或是遮盖面部的瑕疵，来制造出想要的视觉效果。好，我们要开始实测了。贵姐、贵哥这时候会拿出他们的产品涂抹在你的皮肤上。我们派出产品一号。我们使用独创的天然萃取成分，为您打造纹理细致的肌肤，隔天一早起床就会透亮白皙。实际上这是一款保湿产品，它让角质吸饱水分而变得平整。当角质细胞充水变得比较饱满后，表皮间隙就会跟着变窄，所以看起来也就比较平滑。产品二号，我跟你讲，这款绝对改善暗沉，提升你的肌肤透亮光泽，来摸摸看，是不是马上白白亮亮？实际上这是一款含油脂的保养品，而使得皮肤表面呈现光泽。你不觉得东坡肉看起来也很有光泽吗？产品三号，面色暗沉蜡黄不用怕，我们家这款修护霜可以让你的肌肤散发光彩，重回润泽，一擦马上就有 feel。 实际上这是一款物理性去除皮肤表面老旧角质的产品，当表面比较不平整而且本来就比较黑的老旧角质被去除后，看起来就会比较白净。但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角质不要乱去啊，护角质才是真的。产品四号，哦，这款你真的好会挑哎！我们新研发的极光透白因子，绝对可以迅速淡斑，不用回家试，现在就有效果，奇迹啊奇迹！实际上，这是一款含有白色粉底的产品，你可以看到涂抹后白色粉底直接停留在皮肤上，尤其是表面的间隙，所以就有直接显白的效果，是不是很简单呢？结论是，快速美白是可能的 ，but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but。这种美白方式只要皮肤干了，光泽退了，粉剂被洗掉了，皮肤就回到原本的样子，就像灰姑娘过了午夜，魔法就自动解除。如果想要追求根本性的美白，要了解就是位在表皮层和真皮层的黑色素的事。淡化黑色素通常指的是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或加速黑色素代谢，而黑色素从制造到运送到角质整个物流的时间大概需要28天，这在现实中大概只有国际海运才会这么慢吧，所以都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评估有没有效果。如果贵姐贵哥告诉你他的产品可以马上代谢黑色素或是抑制它的生成，那就是正在骗你啦。By the way， 这支影片的目的不是要摧毁大家对于快速美白的想象，而是教你根据需求挑选产品，才不会花了大钱却抱有错误的期待，被话术弄得团团转。如果想对美白有进一步了解，下方说明栏有一共5集的作战策略，想变白就不要想着偷懒。其实皮肤白也不该是唯一的美学标准，明明像我这样蓝蓝的也很好。我们是 Mate Partner， 有一群医师、药师、营养师、化妆品配方师组成的专业团队，
如果想看更多保养保健瘦身的知识教学、迷思破解，还有偶尔打脸不笑厂商的影片，欢迎留言、按赞、分享，也别忘了按下订阅以及旁边的小铃铛，追踪最新的影片哦。